哦哦，超烫的，习惯之后就变得很舒服。啊哇哇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哇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新闻小编。哎，你也没有听说过人手连煮疗法都要火烧吗？没有哎，听起来蛮危险，会用到火吗？没关系，那我们今天就主持吧。好。中医来讲，望闻问切嘛，手摸了就要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啦。啊，不是厉害啊，都看三十几年都不厉害，那就很笨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舌头，我看看，舌质胖，有齿痕，脾虚，舌苔蛋白，舌尖偏红，心火旺，脑压高，睡不好，肩膀紧，胸口闷闷的，皮湿。那我们背后转过去，我检查看看，觉得症状好像全都在舌头啊，是哦，人生突然间变得很黑白。火罐它是一种叫做结合拔罐跟刮痧的一个综合治疗法，它跟传统的拔罐不一样。拔火罐呢，这个很像刮痧，所以往往一刮一个背可能花十几分，我可能两分钟已经拔完了。他可能唱一条歌都还没唱完，我已经拔完了。越热呢，它的起痧越快。你可以摸摸看它的温度，我可以摸摸看，现在有现在比摸摸看。我们刚才这样拔一下，它已经起痧了，而且已经对你留情了。因为第一次嘛，大家稍微建立感情，不要一次给你来太狠。痧，我们在中医来讲，何谓痧？痧就是血气凝滞的问题。那我们很明显看得到，它目前的问题是红色带一点紫色。我们刚才有稍微先帮它稍微做一个检查，它的脾胃不足，气管比较弱，所以它在中焦这一段特别的颜色深。你看它这边颜色比较深，所以它血脉比较堵塞，所以它的循环代谢不好。来，先帮你推开，再帮你矫正，再来烧，好不好？来梳理一下哦，这叫顺气，把气把它拉顺。你真的很崩哎，你又容易紧张，你要肌肉放松啊，这揉你就开始翘脚。所以它是属于中医我们讲的叫木型人，木型人就是属于叫做神经质型的。那神经质型的人就是说他要求比较高，责任心比较好，比较强，可相对来讲他容易紧绷。那我看起来像什么？你像看起来像很美的被撩。来，身体跟着走。 OK， 很好，来扩胸一下哦。好，好了，我们要做火龙功了。一开始他在烧，他是不适应，所以他会觉得烫。我们刚刚有讲，他脾湿肾寒，肾气不足的时候呢，所以他会感觉会更明显。哦哦，我觉得有一种被烧开热水烫到的感觉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在加强他的腰肾，就是在帮他补肾气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我先喷个药水哦。好，头低一点。来喽。好烫哦。真的很像被热水泼到的感觉，蛮烫，可是就是一下香。习惯之后就变得蛮舒服，蛮快就习惯。真的吗？就是很像在泡温泉，然后你一开始进去会觉得哦很烫，然后可是你就是久了之后就会觉得习惯，就会觉得很舒服。哇，肩膀也很痛。因为火大一点嘛。好，嘴巴张开哦。再来哦，好，你要点个穴道哦。啊啊！这是风池穴。好痛哦！来，头抬高一点点。啊！感觉我现在看起来很狼狈。超痛的。那我要点穴哦。伸直，来，小伸直，好，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可以起来动动看了。我起不来，不是说这边不快吗？太厉害，走开！现在感觉如何？走开了。火疗是在中医来讲的一个叫温阳的一个疗法，所以我们才讲一针二灸三用药。
第二的灸法里面就涵盖了很多的温阳。火疗法的运用其实是在激活我们的细胞源，让我们的神经细胞活化，也把我们的身体的经络气血给打开。它身体可能过于寒湿，一我们要除湿去寒以外，在活化它的细胞，让它自体的免疫系统拉到最高点。坊间现在很多国外大陆或者香港澳门也常听到都运用很多的火疗法，在这方面火疗法是我创的，也是我们台湾第一独门的绝技啊、这个创始人有20多年了。当然在这方面外面他们觉得火还很有吸引力，很有张力，甚至人对于火的戒慎恐惧方面来讲，他们应用在很多的养生学，拿来烧眼睛、烧头、烧哪里，全身都可以烧。我觉得在这个中医来讲的话，诊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而并不是拿来这样乱用，也不是拿来可以这样学习模仿的。就像火疗法，有的人并不适用，如果身体过于阳亢，火气太大，你给他烧烧看，他整晚也不用睡了。或者是他血压现在很高，你也不可以这样烧。或者他皮肤 相对来讲，他可能痘疮有发炎化脓，你本来就是不可以烧。火疗法在运用方面，我们还是以人为本，我们要审慎的去观察他的症状，然后再因应每个人的需求。火龙功是去寒湿，然后另外我的另外一个火神功，它是做一个温养，好调经调血在用的，每个方面它是因应每个人症状不同在配合的，而不是说进来了我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。那依林，你今天体验下来觉得如何？我现在觉得通体舒畅，就是还蛮舒服的。原本觉得肩颈很僵硬，现在就觉得还蛮轻松的，身体还是温温热热的，这样很像刚泡完温泉，还蛮舒服的。那你呢？我自己也是觉得蛮舒服的，就是一般来说想象会觉得那种热是被太阳晒到很热，然后狂流汗热，但是其实就像你讲，它其实是泡过温泉，然后你整个人处在温水面那种舒服的热。因为刚刚师傅讲到我蛮多问题，我觉得希望回去真的可以有改善了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来体验看看哦。那你说你们下次想看我们去体验什么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